尽在运通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蔡明健。今天指数下跌了21点，但我想指数已经不是重点，那重点是现在还有什么股票，是过去大家赚了很多钱，那现在还要想要继续赚钱，那别人在重压什么？其实我跟大家讲的股票陆陆续续一档一档创新高，一档一档涨停板，我等等放布一下给你看。那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我跟大家讲这个叫2392，好像正威，对不对？你看哦，哎，说老师，这正威好像都没有什么散户。对啊，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？我跟大家讲重点在这个地方。你现在要讲的是不为人知跟所谓众所皆知啊。你怎么知道不为人知？你怎么知道众所皆知？很简单啊，你去看一下哦，就我跟大家讲的正威啊，对不对？正威今天来到53.5，好，53.5。好，你去看哦。我跟他说，少数人领先知道，舍不得告诉你的大力多是什么？中股动人数都减少啊。哎，你不觉得有问题吗？你还没有看到利多，但是已经有人买很多啊。散户完全都不买，总股动人数有统计以来最低。啊，也没有利多，啊，人家买很多。哎，你不觉得这样怪怪的吗？对啊，哎，老师啊，你说那个营收跟财报都很好，对，营收跟财报都很好，重点是都还没公布，都还没公布就创新高，都还没公布就已经创新高了，啊，等到他公布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对不对？就像我跟大家讲这个，博通喊高通，你砸1000亿美元，这是报纸写的。我跟大家讲，有一档公司叫XXXE，XXXE呢，它特别的地方在哪里？它特别的地方是完全没有利多，跟正威一样，散户全部跑光，全部跑光。那特殊筹码再加码超过10亿，再加码超过10亿，哎，没有利多，为什么人家买？10亿不是小钱呢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跟大家讲的时候在哪里？在这里嘛，礼拜一啊，对不对？人家又多买了10亿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10亿如果一只涨停板是多少？一只涨停板是1亿哎，来，昨天5%，今天拍谁？今天指数跌啊，今天拍指数又4%，来收盘又洗下来，可是今天还是涨的哦。好，震荡洗完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人越来越少，对不对？人越来越少就直接喷出了，真的。我跟大家说了，其实很多事情，哦，都是事先讲。那事先讲还有个重点。你怎么去买那个没有大涨的股票，然后事后喷出？3035资源，今天有创新高？请问今天有创新高？哎，老师，今天指数跌21点嘞，你到现在还在讨论指数？哈，老师，今天指数跌21点，你还在讨论指数？昨天资源差一点涨停板，这天涨5%，这里昨天差点涨停板，今天创新高，请问这里你买得到没有？今天没跌。哎，老师，我哪知道也去，那我就要买啊。对不对？而这样讲没错吧？如果我知道它会涨，那我就要买。对啊，那你知不知道它会涨？你知不知道它会涨？这一档3035的资源，你知不知道它会涨？高毛利 IC 设计上个礼拜是3035的资源，礼拜四小涨，礼拜五小跌，接着礼拜一5%，接着昨天差一点涨停，接着今天创新高。哎，来，你看看，李佳。这里5%，这里8%，今天创新高，啊，所有买的都赚。来回顾一下智远的威胁 啊，有人问我要不要买创意，我说，哎，买小创意好了，不要买创意，我们买小创意。为什么？因为小创意毛利率是创意的2倍，前三季跟创意获利差不多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你看哦，这里是不是上来一波，一模一样，都是这个10年前涨一波。那现在有没有机会跟创意走一样的？有机会啊。他细制材 IP 大幅的收入大幅度成长，创10年新高，毛利率好会到52.5%，前三季的获利是去年哦，1、2、3季财报没公布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没公布，你要先预测嘛。哦，是去年一整年的3倍，今年的获利已经是去年一整年的3倍。那这个细制材的部分，好，这个 IP 的部分10年新高，跟这个创意很像啊。
这里一波挑战这里，对不对？这里是不是挑战这里？啊，如假设它要像创意一样，一定是这样，一定这个要符合哦。哦，你看哦，散户都跑光了，对不对？散户都走光了，退出筹码一直买进，再等走。哎，你要登机之前要干什么？你要坐飞机之前，你要先去等那个飞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慢慢登机嘛，登机然后再起飞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能一下子到机场你就飞上去了？你还要去慢慢等嘛，所以你先去等待一下，对不对？等着飞机起飞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大涨？没有大涨啊，真的没有大涨。我们不需要去追那个大涨的股票。我跟大家讲，不需要追大涨股票，重点是未来会大涨，对不对？来，致远上个礼拜是在这里，礼拜五小跌。礼拜一涨5%，礼拜二昨天差一点涨停，老师没有涨停板嘞，对，今天再创新高，对不对？真的啦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天天都涨。对了，我跟你讲，在这里啊，老师，你俩在哪里？就算我不知道它会涨，啊，你看这个，你不觉得它会涨吗？啊，这样不是很简单吗？散户都不要，啊，别人都买走了。啊 ，IP 四次才创10年新高，毛利率又50几%，对不对？啊，明天智远买什么价格？哎，你不要去追呢，真的，你不要去追。我现在股票震荡很大，上去你就是让它上去了。好，你不要，千万不要去追，好，因为我们成本比较低，我们抱得住哦，你不要乱追哦，对不对？那你说要买什么？我说这个啊，对不对？21万人认购雷蛇，好，动资逾1200亿元。雷蛇是做什么的？雷蛇是做电竞的，好，11月13号港在香港要挂牌，那国内好最近哦，啊，因为它要挂牌，所以相关的股票开始涨啊，因为雷蛇要挂牌，电竞概念股很多都涨，啊，我今天很多人都告诉你橘子，我告诉你橘子会涨，可是问题是你现在还要买橘子吗？尴尬对不对？它已经创新高了，你还要买吗？它会不会像这样震荡一下？不知道。但是你可以在电竞股里面找什么？找毛利率最高的电竞股里面哦。现在被人家知道是电竞股里面毛利率最高是原相，总共有两家超过50%，另外一家在这里，隐藏版电竞 IC 设计，没有什么特性，特性就是说它上半年的 EPS 比原相高，股价比原相便宜100多块，哎，它赚的比原相多。啊，毛利率超过50%了，好，电竞概念股里面唯二，而且还是隐藏版的，还没有在这里面哦。好，未来三赌了，电竞证明列名运动产业哦，对不对？不用追高也能够赚大钱啊。过去很高，现在很便宜，未来搞不好又很高啊。真的吗？如果会涨，我要买。那你是等到涨停再来买，还是你？还没涨停先买好，这有差哦。你要等到涨停再来买，还是你要在还没大涨之前你就先买好？今天3374涨停板，今天3374创新高，请问这里你可不可以买？当然可以买啊，问题是这里你知不知道要买？我从来都是事先讲哦，今天3374涨停板，我只问你这样子。是不是很开心？是，那就对了吧。今天金彩涨停板是不是很开心？那就对了。请问金彩是谁？那这个啊，11月1号，3D 感测加 MOSFET 拥有全球唯一的技术，听说营收将大爆发。就这一支 iPhone X 骑兵，听说营收将大成长。这一支3374的金彩，你都不用追。你全部都不用追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在前面，昨天呢，来，昨天在这里，今天精彩涨停板，这11月1号，我们跟你讲，叉三叉叉，3374叉三叉叉，对不对？这里精彩，听说。来回顾一下精彩的东西啊！来，我先跟大家讲一档新的，先跟你预测一档。
好，仔细看了，3D 感测加 MOSFET， 绝对没有人讲，绝对没有人说，拥有全球唯一的技术。听朋友说，听法人朋友私下偷偷说，哦，营收将会大爆发。它是 iPhone X 里面有可能是里面的股票里面营收成长幅度最大的。我说是未来哦，第四季营收，10月、11月、12月哦，所有 iPhone X 里面 ，iPhone X 里面营收成长最高就是它。哎，老师，按你说听说，当然听说啊，啊，听说就是还没发生，等到发生就不是长这样了，对不对？听说我会跟你讲大中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一下你这样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6253收在这里吧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在这里啊，啊，这个叫做已经发生了，这叫做我还没发生嘛，但是叫听说营收将大爆发，哦，啊，有什么样的概念啊？懒得说，好，以后再说。现在只有 iPhone X、iPhone 10有这个，未来连安卓系统全部都会有，所以它营收成长幅度会非常大。人家已经知道在吃货，这个筹码都没有走，因为过去表现并不太好，它过去营运状况并不是很好，就像 GIS 一样，6456 GIS 过去表现并不是很好，所以它都在这里，都在这里。一旦营收进来之后，就这样，老师这样是多少？这样70-80到370啊，背砸高379，就这样80到379，好，过去没有很好，人家就卡位了，好，现在未来会很好，现在就进去了，对不对？看一下 K 线，好，不要想太多，对不对？真的啦，不用讲太多，对不对？涨停板你就知道，股票什么时候最诱人？涨停板的时候最诱人。来，请看3374涨停板，哎，老师。哎，昨天没有涨，都没有涨，对啊，啊，我什么时候跟你讲了？哎，我跟你讲之后涨吗？来，11月2号可以不？六十，怎么样？昨天精彩，61块，60块。那我总跟你说，3D 感测加 MOSFET， 老师 ，MOSFET 跟精彩什么关系？我当然我有关系啊。来，这微笑里面不是有这个吗？杰敏6525，6525台湾封装同业，337是精彩。连6525都可以涨这么多了，精彩不会涨，对不对？他的同业这个微笑里面有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3374，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我跟你讲的时候，我可以不？我还跟我讲，我可以不？我还跟我讲，叠加，营运状况不是很好，老师都赔钱，对，都赔钱。然后为什么会涨停？因为以后会很好，所以人家进场卡位收了，对不对？进场卡位收了。我们讲真的啦，我们讲真的，你的感受最重要，你的感受最重要。这样子有没有很开心？我问你，这样子有没有很开心？有，那就对了嘛。有没有很开心？我不是找一档涨一百的股票，我跟你讲，股票都是别人没有的，对不对？2392正威，今天创新高，我一直跟你讲正威，哎，你都不用追呢。这里什么时候挂着买都买有啊？这个价格你讲对不对？那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你去看月线，你去看正威的月线，今天指数已经10000多点了，它还在这里，我才扣这吗？一进菜回家价买几百，你知道？对不对？啊，怎么老贼？怎么正威老贼？怎么我才贵呢？我才跟你讲呢，真的啦。有些时候你要去看，来，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。我跟大家讲，哦，今天精彩的涨停板锁起来了，以后喷出我每天都放微笑给你看，就像6153嘉麟一样，就像大中一样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它股价低的时候，你要把握机会啊！来，现在人家说什么？说雷蛇，雷蛇在哪里？雷蛇在香港要挂牌，已经冻结1200多亿，然后超额认购289倍。对不对？那他一旦挂牌之后，就会掀起一个电竞概念股的热潮。那国内电竞概念股都大涨，你看一下耀月3540，你看去偌济？才20倍呢，安尼四成呢，不是开玩笑的哦，20倍哦，安尼就四成呢。你现在要找的是未来的标股，好，问题是都上去了。电竞概念股里面唯二两家毛利率超过50%的，有一家叫做元象。
还有一家叫做 X2XX， 那 X2XX 呢已经陆续打入各大电竞品牌的供应链，做什么？做音讯的。哎，电竞要干什么？哦，电竞就是什么都要好了，哦，什么都要好，跑得要快啊，速度要快，网络要快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声音要好，对不对？你要戴个耳机，你有没有看到电竞用戴个耳机，对不对？啊，声音要听啊，听那个脚步声或听什么声音呢？远近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能够消除那一种噪音的，哦，已经都打入了，哦，啊，可是问题哦，赚的钱比原相还高哦 ，EPS 比原相高，你知道原相多少钱吧？如果你不知道，大家可以看，好，135啦，还了解哈，哦，原相毛利率55，它是唯二两家毛利率超过50的，股价比原相便宜100多块，几家？哎，老师，指数10000多点了，我记得够没有？有啊，就在这里啊。上半年 EPS 还比原相高，哎，比它便宜100多块啊。完全没有人知道，它叫做隐藏版。怎么证明它叫隐藏版？我证明一档股票给你看，我证明一档股票给你看，6456。我知道很多人买这一支，因为它很好。对，那它有没有涨？没有涨。那为什么呢？来看一下，这叫6456。总股东人数从几个礼拜前的10000人变成16000人，最近进去的这6000人没有赚钱，但是同样一支 GIS， 同样是 GIS， 有人买140，有人买370。如果你掌握特殊筹码，你会怎么做？这是3月22号 GIS 140块钱，140块钱为什么买 GIS？ 因为很简单，当时总股东人数5000人。看清楚哦，6456 GIS 3月22号股价140块钱，当时的总股东人数多少？5000人。现在总股东人数多少？16000人。我当时买的时候在这里，对下来看，看清楚，在这里，那你看啊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点位就是在这个点位，3月20几号的时候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总股东人数5000人。接着呢，沿路涨就开始获利了结，对不对？那换的是散户进场，那你跟特殊筹码在低档进场，你可以买多少？你可以买140，那走势就是140到379，然后掉回269，你买在后面的都没有赚钱，那你要买在哪里？我买140啊。那请问有什么股票是现在 GIS 140的位置？真的啦，我跟大家讲，真的就是这个，真的。真的啦，我跟你讲过，人家要赚多少钱哦？加码的地方就要赚多少钱？我讲过，我不重复喽。哦，加码就要赚多少钱？昨天就5%喽，5%，5000万，光加码就赚5000万。今天再上来洗盘，上来再洗下来，收盘收在这里，还是涨啊，还是赚啊。啊，未来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？不知道飙到哪里啊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不为人知，跟众所皆知。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好朋友是事先跟你讲啊，这才是好朋友啊。我好朋友每一天跟你讲正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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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问你买正威你赚多赚少？老师赚太少。对了嘛，股票创新高你说赚太少，那就对了，那表示你有赚钱的感觉了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下节论再回来。掩护三，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轮源投顾蔡老师，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
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轮源投顾蔡老师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爸爸绝对会放手。我知道，人生总是有所谓的万一。你是我的心肝宝贝。伯父，我是小梅的同事，我已经准备好要娶小梅了。我在几家银行存了些钱。你存款的每一家银行都有参加存款保险吗？每家都有参加存款保险，最高保障金额300万元。很好，我可以把小梅放心的交给你了。还好我有告诉你存款保险。今天指数小跌21点，但我想指数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手中股票会飙到哪里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完全没有利多，完全没有利多。我每天都跟你讲这一支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什么你神经病啊，对不对？人家都跟我说那个涨停板的，只有你在讲这位。哎，我跟你讲这位你会赚比较多，好不好？我会攻略他个追，为什么？因为正威的故事是什么？正威的故事都是发生在未来。都是发生在未来，不是发生在现在哦。那如果这些东西都发生在未来，营收又很好，财报又很好，你觉得你赚钱会不会太少？当然太少啊！今天多少了？535了啦。啊，这里有没有跟你讲？有啊。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笃定的告诉你正威？因为我们每一档股票，我们都是经过筹码严密的计算，还有未来的一个所谓的商机，来回顾一下正威的危险。那如果你在这里买，这里就是一倍，没有错吧？那我当时跟大家讲很清楚，康普说嘛，他是做电子材料的嘛。那电子材料很重要，就是这个松下 Panasonic。那 Panasonic 来入股了 ，Gogoro 跟怡董事长，对不对？他们都入股。那现在又增资90亿哦。哎，你跟人家增资90亿，人家都抢着来入股哦。未来要扩大嘛？好，未来要扩大，那这是 Autobuy， 对不对？那 Autobuy 的。跟松下有关系，但是它跟 Tesla 有关系哦。这一家公司跟 Tesla 有关系哦。这一家公司，它电动车电池 Tesla 未来全新的，它先前供货软板，未来供货新一代的电池模组，再加上 Gogoro 的电池模组，然后还推个奈米涂料给 Tesla。好，这个 Model S 哦，就是电动车其中一款车叫 Model S。它有6个风扇，如果6个风扇都涂那个奈米的一个所谓的奈米材料涂上去的话，这个耗电会省下30%。那我不知道这个到底现在有没有接受，因为这个有一些比较细节部分，公司它是不会跟你讲得很清楚了。好，现在这个是不知道了，啊，这个是不知道了。好，这个如果是6个风扇都涂的话，可以省电30%了。好，这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接到，那至少这个是有了，对不对？那7月8日营收都不错，9月营收也不错，啊，股价低于净值，对不对？哎，啊，不要乱猜，对吧？好股票我们跟好朋友分享，真的，好股票跟好朋友分享，股价低于净值，长线的低点。我跟大家讲，好股票跟好朋友分享嘛，对不对？真的是送给你好礼啊，中秋节好礼啊，都来在这里，42块，今天53块啊，老师，安尼赚偌济？赚10几块尔啊。哎，才刚刚满两成嘞，两成很多嘞，对不对？这是老师，我跟你讲啊，人家不爱，对不对？他还会涨，这是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散户全部都不要，你也没有看到利多。我跟你讲，利多出来了吗？我跟你讲，利多出来没有？那他们在买什么？哎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啊，都没有利多啊，散户一直卖啊，他还会涨。你看看正威未来哦，我跟你讲未来，你去看月线啦，我跟大家讲真的啦，你看一下月线啦，月线在这里啦，安利刚丢，指数是多少？啊，正威在这里，
这是五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十八，你这，啊，八楼呢？对不对？八楼就好了。啊，老师还有什么股票可以买？什么股票可以买？我跟你讲了嘛，对不对？你要找这个啊，这完全都没有见报了，对不对？人家在大幅度加嘛，加嘛，加嘛，散户全部跑了，加嘛，散户不要再买，对不对？昨天5%，今天再4%，先洗下来拉起来，再洗下来收盘小涨，来再洗个两三次，散户跑光了，喷出，全部锁死。真的啦，我是先跟你讲在前面，对不对？就像我跟你讲这个一样，好，事先跟你讲在前面，以后等到涨停板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会有很多人跟你介绍。可是重点呢？重点呢？重点是涨停板的时候，你开不开心啊？对不对？重点是今天精彩涨停板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很开心嘛？那如果你很开心，那就对啦。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嘛。来，真的好朋友，老师跟你分享隐藏版的口袋名单。好，欢迎你加我们的好友，也祝你明天操作顺利。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YouTube 运通财经台，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行到看到到。YouTube 24点钟线上直播上到时，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，随算随看，真方便啊！ 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，不关系，跟你安奈在一起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轮源投顾蔡老师，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轮源投顾蔡老师，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。